130，哇，你是一个小胖子是吗？你是不是一个小胖子？欢迎沉默哥，1.173米，体重130，那不是挺胖的吗？有点微胖是吗？欢迎波仔哥。刚是谁说要加我的都不加了？啊，怎么不加了？好的，你不胖，你这叫结实，对吧？我没有1.7米啊，我没有1.7米，我要有1.7米我都开裂死了。我要有是有那么高的身高，我都做梦我都笑醒了。这个弹幕里老是出现广告，烦死了！你们还在吗？这个弹幕老是出现广告，哎，欢迎无名哥。好仙女的裙子出门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、哦，跟婚纱一样的裙子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、哦。裙子跟小仙女一样啊，你感觉穿裙子的小姐姐特别好看，你直接就说我好看吗？你干嘛要说穿裙子的小姐姐好看吗？是我平时出门的时候穿的，穿起来跟婚纱一样。跟我聊一会儿可以。欢迎元哥，这么委婉，你就得夸我。谢谢元哥，谢谢元哥，你终于舍得给我刷礼物了哈。感谢旭哥，谢谢。元哥是小，可是旭哥是小，谢谢小哥哥的礼物是小。哇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太卡了，我刷礼物太卡了，就不跟你们刷了，太卡了，我这里。哇，我这就刷起来怎么这么卡呀？感谢宇文哥分享，欢迎高文来哥哥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我这个裙子包起来。
刚刚大哥在我们